老外最重视的小事。西南出门喷香水，尽另有目的。像我们法国人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喷香水，可是好像在台湾男生觉得如果自己不抽，那就好可以出门。法国他们可能有的时候不是每天洗澡。没错，法国人跟意大利人的差别是他们不洗澡而喷香水，我们洗完澡之后才喷香水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